我们跟大家一样可以结婚了，耶！哎呦，完蛋了，逢年过节又要被催婚了。我是福福，我是个 YouTuber， 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就是滑一下手机，然后刷牙、洗脸、翻衣柜找衣服，站在镜子前面，哎，这件嘛不好，然后又换了另一件，大概这样来回十次，然后出门啊，不能忘了这个，约好十点拍影片，但又迟到了。嘿、hey, ，我是 Josh， 今年26岁。我们一起拍影片的拍摄主题以感情、生活分享为主，就是讨论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什么时候结婚，想要什么样的求婚，床上性事、情趣小玩具等等的啦。啊，还有我们两个跳舞，很骚呢。是小明小璇的婚礼，大家在 gay 公会认识的，常常会一起出去玩。小明，谢谢你跟我在一起12年中从来没有让我失望，接下来的未来日子里我们要继续相爱下去。小璇，如果这辈子有3个愿望，我想要有2个愿望，这辈子我能够拥有你，下辈子还能遇见你，我永远爱你。这一天不容易，谢谢我们的努力，谢谢我们的不放弃。有爱，什么都对了。Gay， 因为我们而完整。